是一个粉水晶，招桃花。哦，哎，哎。呀，这还真招来一个，你说这这玩意儿是灵啊？我没有见过个微信，学出来。那个国仔，哎，你俩加个微信呗，现在。咱俩没有微信。哇，噔噔噔噔，什么礼物？哇塞，这啥这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心愿卡，心愿卡兔磅礴。让我请客去 KTV 嗨唱一整晚，其他心愿卡交给其他人。这是你的任务。对呀、啊。说明夜本来没人送你。对呀、啊。丽丽心里一下就舒服了。我现在心情越来越好了。这谁送的？是你们送的吗？就我送的。你送的什么？这是我给每个人送的礼物。哦，所以给了主任是吧？哦，我这看不懂，一份外卖，这然后我吃了他一份外卖。我们为什么要去 KTV 嗨上一整晚？不就是咱们四个一起去？起我对，是这样的、啊。那为什么我不能去 KTV？ 你吃了我的外卖，还不让我去 KTV？ 你把外卖送到 KTV。看看护栏这个。哦。哎呦。哦。哦这也是个真的礼物，有心了，有心了。你有 Switch 吗？我没带过来，但在家呢。啊，没事，我带来了，我用得上。这是国仔送的，是不是？是我送的，然后又给收回去了。你说这，这我用得上。拆一个，再拆一个，再拆一个，一共就俩，我这一拆不都拆完了？那不然呢？我们都没拆就完了，你说这？哎呦！一把扇子，一把扇子，扇子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对对对，我自己做的。我就是想你用这个给我，我给你打。这个有点像那个游戏里新手村刚拿到的那把武器，也太难了。不是我如果输了，就证明我这个球拍非常厉害了。好，来试试啊。哎呦。打没了，我做的球拍还挺厉害。你就想把它打烂了是吧？我要这么想赢啊！我的天，可以，也这拍挺好的。拆别的吧，还有谁拆？拆一个，广智拆一个，广智拆一个。哦，这个夜光球啊！哇塞，这么贵重吗？这个好好呀，这个好好呀。这么难看的，绝对是杨丽送的。这啥呀？它是一个粉水晶，招桃花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又来了！哎哎呀，这还真招来一个，你说这玩意儿是灵啊！哎呦喂，你这说灵，你听到送礼物来的可快了，但是其实也没有礼物，谁还没有？大部分人都没有，只有优秀的人才没有礼物。对，我有个大的，我有个大的，好大呀！鲁豫套装，这个太厉害了吧！这是不是你送的？我的妈呀，这怎么猜到的呀？因为你之前说送我，一直没送嘛。对。好，我来拆一个。好啊。噔噔噔噔。哦。哎呀，数字牌游戏机。这是成哥最恨的游戏之一。这庞博送的是吧？但它很好玩。好，谢谢老庞。来，我再拆一个吧。哎呦。哇，护肝片护肝片哦。我还有一个，这谁给我送的增高垫？王冕送你一个，不用了，就是我送的。这个呢是让你少社交，这个呢是你非要社交的话，你就用一下。可以，王冕还是知道我的。哦，贝贝家，哎呀，谢谢杨哥。不是我送的哦，成哥呀！成哥，心肠好，字儿不好，真是写的啥呀？写的啥呀？一定要好好的哦！一定要好，我这啥？还有一个，我看看这是谁？哎，啥？儿童电话手表。哦，这谁送的？我看看啊，这不会是你送的吧？有可能是杨蒙。杨蒙。蒙恩啊，我送的，谢谢杨哥，有了儿童电话了 ，Thank you。
研究研究。呀嘿，哎，啊，啊，这么个台风，哦，还能转，哦，哦，这个好，能拍照哎，有点，这得200万像素，哇，根本看不见，这能看见啥呀？我的，这还没加载出来吧？这，行了行了，开会吧，开会。行，我们开晨会了，等会儿。等会儿都没扔出来。建国有了这事儿就不干别的了。你说小朋友们能不喜欢这个？就是这太猛了。哈喽啊，朋友们，我的李朋友，坐，我给你照个相。哪个？杨文送我的。杨文送我的，你看你看。执法记录仪。但我目前只会照相。行，我们开晨会了。嗯。然后因为不是上一期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主任嘛，我们还是得再选一个主任。我们这一期正好是社交主题，交个主任。所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吧，我们就各自打开自己的微信通讯录。好哦，要看好友吗？对，看一看谁的好友数量最多，是吧？我先看一下。2000以上的报数啊？哦。直接进入决赛圈，这么快？直接进入决赛圈，你看你俩比一轮吧。3000以上的，3000多，我没3000以上，你有3000以上，我是3141。哦，恭喜成哥再次当上主任。最少的，你说是国仔还是？三位数只有几百的举手。几百。哦，国仔啊，就是国仔最少吗？我800。你为啥微信好友那么少，郭子？不出门儿，去哪家呀？明白我，因为郭仔家里就只有几百个人，加不了。家里的人都加了。我这小堡垒里就容不下来，就是。你主动加过吧？基本不会主动加。一般我主动加的可能就是哪家菜好吃了呀，然后哪家老板什么卖电脑卖东西的，想着退货的那些。哎，对，我没有见过个微信，也不缺出来。那个国仔，哎，你俩加个微信呗，现在。咱俩没有微信。凭什么假的事儿？不是，那个在群里说话我能看着，我怕其他的也看到。那行吧，我给加给贾呀呀，加的。哎呀，来，哥，咱俩也没有啊。我们这个编辑部，别，你俩就别吵，我推给你。就是你推给我，我推给你。哎，你好，徐老师，我是国仔。哎呀，国哥，特别开心认识你。哎，徐老师，麻烦您推一下何老师给我。不是，哥，由于对方隐私设置，您无法通过名片将其添加至通讯录。我来设置了重重障碍。哥太难了，哥。我仔是真正的社交障碍，别人都是假的，王建国是真的。前两天加的小北。太难了，那国仔你发朋友圈吗？很偶尔发过。哎，我们这个状态基本上跟发朋友圈那个，这个频率跟次数基本也成正比。对，我们来之前收集了一些大家朋友圈的截图，嗯，大家可以认领一下这都是谁的，我们传一传，分一分。啊，大部分都是成哥，成哥这些都很快乐，都有图。哈哈，迪士尼的旋转木马，今天就不做了，放旋转木马一马。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看明白，我说什么东西马一马，这是太有梗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跟李诞还有孟川一起坐旋转木马，陪内蒙人骑马。有成哥的朋友圈太快乐了，太好玩了。杨丽这个有个猫以后跟有个孩子差不多。对，这我都克制了。而且我还会私发一些人，说就是有一些朋友圈里有一些私发。他这就是猫，没别的。然后有一些洗碗做饭的。
经过一个多月，我和我做的菜之间新鲜感已经过去，他在我面前终于褪去了神秘的面纱，让我看到了他真实的面貌，那就是不好吃。还行还行还行，节奏还是有的。嗯，节奏不是他读的好吗？我仔的朋友圈是数字和字母要比文字多的那种，哪位大哥知道 PG279QR 和 XG279Q 这两个选哪个呀？然后下面有一个人评论 PG279QR 有 G-SYNCXG， 这是主动加，这哥们主动加的，你主动加的人就得用得上，你这对不对？互相咱们对吧，人家有忙我也帮啊。那我们是不是有人没有朋友圈？我没有。你没有啊？我基本不发，我已经两年不发了，基本。为啥呀？就是没有欲望，我不知道给谁看啊。所有人啊。但是好多人也不认识呀、啊。那你演出，你演出全都不认识，你都跟他们说呢？但是他们看不了我的内心啊。哎呦，哎呦。原来朋友圈是发内心的。你看这成哥这是内心吗？老旋转木马一马，全是旋转木马。我从来没有发过，我不知道一条都没发过。我发过一条，我拍结婚照的时候他说发了这个有优惠。我懂这个我懂，集赞那个是吧？就是拍结婚照说你必须两，不用跟我说我知道，你跟我我也结婚了。你把那集赞那个发给我呗。